黎明有没有听过？有。那你觉得他称不称得上是大牌呢？算可以。哎呦，讲得很勉强，跟人家是四大天王啊，你为什么讲得这么勉强呢？对不起，我不太有印象。他不太有印象。好，那接下来问问男生，你觉得黎明怎么样？普通啊。普通啊，你会不会唱他的歌？不会。不会啊，他歌蛮红的。会吗？说实在的啦，四大天王里面你们最常点谁的歌？刘德华。张学友。张学友吧。哦，那黎明的歌你们都不爱听吗？比如说像是什么我爱一级棒啊什么的，你们都没听过？有啊。哎呀，那真是伤脑筋的。不过说实在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啊这个大牌麦克风啊，今天我们的主角、啊、还真的就是黎明哎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黎明现在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不会出现，不会出现，哎，他只会跑出来，呵呵，就在你后面。啊、哎呀，在讲坏话嘛！我跟你讲，黎明啊，他们说你的歌好难听哦，他们啊都喜欢点刘德华当学友啊，哎呀，他们真的不喜欢你啊。